香脆蚂蚱，这个是带翅膀的啊。如果你觉得带翅膀有点扎着的话，就可以拍去翅膀的。我这是香辣的，不能吃辣的话就拍孜然的。这些就是一份的量啊，倒出来刚好一盘，配个八加一老美了。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再加热一下，更酥脆，就这样直接开袋吃就很酥脆。高蛋白。抖音。